就是毛毛虫，来涂一涂，一、二、三、四，然后呢？这是什么？五，这是大熊。五、六，然后呢？七，然后呢？八、九、十。不能放嘴巴哦，来涂，来涂三，那涂三，三涂一涂。涂一涂，对，这是毛毛虫，可以涂一涂这边。这边的好滑滑的啊。这里也可以涂一涂。等等。对，涂一涂，涂。要把这个吹干。对，你吹干就没有颜色哦。妹妹，弟弟，对，哥哥在画画。妹妹也在画画，你看妹妹在画画，妹妹画毛毛虫，哎，像不像摸摸？像，妹妹叫图灵，图这个啊，又什么？你看就跑出来了，真的耶！什么就会跑出来啦？好聪明哦！没试试看，对，跑出来了。也没有没有，妹妹跑出来了，对，好厉害哦！好，继续玩。哎，不可以放嘴巴，要放这边。玩具不要放嘴巴。No. 我画的时候不要放嘴巴。哎，你好脏哦，不行，要画画放这边。那还给我。玩具不能放。放这边，不然还给我。画画，画这边，不可以放嘴巴，不然要还给我。放这边。要什么？你还要画吗？你还要不要画？要。那你赶快画，开始，开始。你看这个猫一样。跟哥哥一样画画。干嘛？哥哥。不是画那边，是画这边。妈妈要去捉出猫哦。哇，你涂的好漂亮哦。而且这边有小女生。又开始画你的脚，不是画脚，那这个猫好像大野狼哦。你都不会输给我的，妈，你们都不会输给我的。这是什么？我们看看。哇，这是连连看呢，可以从一连到十。这是哪笔连？啊！那等一下再玩。没关系，这等一下给你玩，你们轮流玩好不好？为什么妹妹她不会呀、啊？妹妹跟你说，妹妹看，这个不能涂，这一面不能涂，这一面是拿笔画的。哪一个笔？那应该是彩色笔，可以涂，可以洗掉的。这个不，这页不是，这页才是涂水的，这页不是涂水的。来，开始涂，你可以帮他涂。为什么？妹妹你在干嘛？妈妈的。脚脏脏了，你看。这张桌子不可以涂水吗？你又在玩你的脚。咖啡色，掉了，你看你脚湿湿了。那这是什么？这叫做长方形。